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喵，我是天天。今天呢是第五天，12月5号，我们要来抽抽了。天天先。我的六个在他的看不到，他的我的六个在他的脸上。看到吗？你看，你看。第五个在这边，好，来抽吧。嘿，它打开来喽！哎呦，你把整个都抽掉了啦！它毁了。看一下，原来是什么呢？我们昨天有去看台湾选手过冠名比赛，得了亚军。哦，这是那个红冠，超可爱。哦，我的天哪！然后现在真的可以吃了。我的房间是干净的 ，OK。那是一个红冠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红冠。哎，吃吧。我们昨天呢有去看郭冠霖，我们台湾选手郭冠霖比赛。看马来西亚对决冠亚军，真的超精彩的。而且呢，那个马来西亚人呢，他是全球第20几名。那我们台湾人是，我们台湾郭冠霖他是全球100到200名左右，他可以已经可以让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位选手苦战，已经非常的厉害了，所以我觉得我喉咙沙哑是值得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换我的五号在这里，我的五号在上面，错了。我昨天拿到重复的，这是水晶球的样子，我不太确定，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，可以在底下告诉我。这应该是那个水晶球，不然就是爱，应该吧？不然就是彩蛋呢？可是是圣诞节，哪一节会有彩蛋呢？不会。复活节会有彩蛋，都快融化了，要不要放去那个冰箱里面？不要。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拜。